出口电商，可通过这12款工具做好视频营销。如果卖家对视频营销感兴趣，可以在网上找到大量视频制作工具，成本很低或免费。这些视频编辑器提供专业模板，让用户轻松制作各种风格的视频。以下12个视频编辑器可供卖家参考。一、Facebook Live。 Facebook Live 是 Facebook 推出的直播工具，使用它可与观众实时互动，你的 Facebook 粉丝可接收通知，以便及时打开直播频道收听你的节目。通过过滤器可选择向哪些粉丝组开通直播，价格免费。二、YouTube Editor， 使用 YouTube 视频编辑器创建新视频，剪辑视频，然后只需一键就可发布到 YouTube 网站，所有上传的视频都会自动添加到视频编辑器，人们能进行在线剪辑，它能串联多个视频，添加背景音乐、字幕或其他特效，价格免费。三、YouTube Live Streaming， 视频直播。进入 YouTube， 用户有三种方式开启视频直播。Stream Now 能简单快捷地录制视频，在合适的时间自动开始和关闭。Events 更有可控性，用户可选择何时开始和停止。Mobile 是通过 YouTube APP 录制视频，价格免费。四、Adobe Spark。 The best part， 让用户不需要专业的编辑软件，就能轻松制作社交图片、网页故事、动画视频。制作视频时，可通过曲库选择背景音乐，插入个人收藏音乐，或使用自己的声音。Spark Video 支持视频上传到 Facebook， 价格免费。五、Magis Magisto 是一款非常简单易用的视频制作工具，能自动将用户的视频录像剪辑在一起，起步价每月$9.99。六、Facebook Slideshow。 Facebook Slideshow 目前在 iOS 平台推出，用户可以用过 Slideshow 将照片或者视频编辑成连续的视频，并支持加入背景音乐和特效来提升效果，价格免费。七、Loopster 是一款全功能在线视频编辑器，用户界面很好用，可通过旋转、剪辑、拼接、缩放以及添加声效等方式编辑视频。 Loopster 还提供一些高级编辑功能，比如文本、泡泡文本、泡泡文字、制作标题画面和特效等等，起步价每月$4.99。八、YDoVideo 适合创建动画营销视频，它有非常多的素材，就像做 PPT 一样，用户只需要选择合适的内容，再经过简单的确认以及拖拽等一系列操作，就能完成质量非常高的 demo 视频。完成之后，你可以选择下载视频，或是直接分享到 Facebook、Twitter， 起步价每月$19。九、Periscope， 通过 Periscope， 用户可以向其他人直播视音频，直播和评论功能都在 Periscope APP 内完成，直播的地址链接可以分享到 Twitter 上，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，价格免费。十、WebDL Video 是基于云端的视频协作编辑平台，为用户带来能满足企业级应用的在线视频处理服务。WebVideo 在线视频编辑解决方案能够满足用户加快处理速度的需求，起步价每月$4.99。十一、Storyset.com 是一款专门制作 Instagram 垂直格式视频的编辑工具，价格限时免费。十二、Animoto， 用户选择照片、视频模板、音乐和添加文本之后， Animoto 就会包办后续所有的工作，在数分钟内生成品质精良的幻灯片视频，价格每月$22。